先生先过来配个画面，我们请。是不是让郭富城先生也发表一下得奖感言？先拍好了，先拍好了，赵书记长回到会场，谢谢。好，首先当然要谢谢金马奖的评审团对我在三岔口里面的表现，然后当然我要谢谢感谢的当然有我们三岔口的导演陈木胜先生，陈木胜导演，当然还有谢谢张淑平先生，因为在这一期的三岔口的电影里面，这两个人对我来说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作用。一直以来，可能大家在放在我的电影上面的都可能是一个偶像型的郭富城来出现。在刚刚去年拍三岔口的时候，然后可以说遇到张淑平先生还有陈木胜先生，他让我把一直以来所大家看到的郭富城完完全全可以说是洗得一干二净。主要原因是因为一直以来可能郭富城，可能大家所看的电影里面还是有郭富城的影子在，但在从三岔口这个电影开始，我想已经把郭富城所大家特定所看到的郭富城完完全全是可以说是把它完全放下来，去投入这个角色，去做一个真正的演员。突破了这个界限，所以让我这一次的表现上面有很大的突破。古道蜜桃绿茶，你幸福的感觉，你就会像水蜜桃一样水嫩漂亮哦。古道蜜桃绿茶，柠檬绿茶。大家好，谢谢你们。这是深海的电影配乐。这次做这个恰恰的音乐，觉得很开心，因为整部片的那个主角表现都很好，然后我很荣幸郑文堂导演邀请我做这次的配乐。刚好最近也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国际漫游》，希望大家会更喜欢我的音乐，然后更喜欢电影配乐，谢谢。我谢谢我好朋友 Jeffrey， 还有导演阿喵跟致电小庄，是我们一起完成这部电影。谢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写这个音乐，还有所有认识我的朋友，谢谢。要得主袁秋小姐首先谢谢评审啊，还有谢谢台湾的媒体还有香港的媒体我今天非常荣幸第一次入围金马奖，就可以拿这个最佳女配的奖，这是也要多谢周星驰先生Steven 周，他在功夫那部戏是教我很多东西，而且教我演出的神态而讲话的，非常谢谢他，谢谢。现场媒体有没有要发问的？现在还没知道，我想像等袁华拿不拿到奖吧，现在我还不知道。王秋生吧，我也恭喜他啊。那就要等等我们的公司看怎么样。那是一定会的，他会打电话给我了，如果是。